各位嘉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同丈夫林少波博士进场，请起立。各位嘉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和她的丈夫林少波博士现在进场，请起立。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n Ngo, and her husband, Dr. Lam Siu Po, have arrived. Please rise. Please be seated. 各位嘉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国庆酒会现在开始。各位嘉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国庆酒会现在开始。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ational Day reception to celebrate the 71st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w begins.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同各位祝酒嘉宾移步主礼台前，请各位起立。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及各位祝酒嘉宾移步主礼台前，请各位嘉宾起立。Would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n Ngo,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proceed to the stage front? All guests, please rise.奏唱国歌，请面向国旗及区旗并肃立。奏唱国歌，请面向国旗及区旗并肃立。Playing and sing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please face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regional flag and stand solemnly.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同各位祝酒嘉宾移步主礼台上。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和各位祝酒嘉宾移步主礼台上。Would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n Ngo,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proceed to the stage?请各位嘉宾就座。各位嘉宾请坐。All guests, please be seated. 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致辞。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致辞。May we invite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n Ngo, to address the reception. 各位嘉宾，各位市民，今年的国庆日適逢是中秋佳節，我非常高興和大家聚首一堂，慶祝這個雙重的節日。
隨住自七月初在香港出現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減退，市民已經逐步恢復翻工翻學，亦都可以趁這個假日在嚴守防疫要求之下和親友相聚，共度佳節。2020年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至今世界各地確診個案已超過3300万宗，死亡人數不幸高達100万。除了中國之外，肆虐全球的疫情未有息止的跡象，且在部分地區急劇轉向，對各行各業造成嚴重的打擊，令失業率上升。要走出困局，恢復經濟增長，看來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反觀我國在全力壓制和嚴控疫情之下，已經重拾經濟發展動力。今年上半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在經歷第一季6.8%的急速下滑之後，已經在第二季以 V 型反彈到3.2%的增長，成為各大型經濟體的唯一亮點，亦都再次證明全球經濟重心由西向東移的格局。國家的抗疫成果得來不易，我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為了壓制疫情蔓延，內地居民足不出戶，嚴守紀律，城市對外封閉，醫護人員廢寝忘餐挽救病者，物資供應和支援隊伍同舟共濟，眾志成城。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8日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說，這個是一場以堅定果敢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決心同時間競跑與病魔較量的抗疫戰。過去9個月，中央一直高度關注香港的疫情發展，積極回應特區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個人防護物資的供應、生產口罩機器的出口、協助滯留內地和海外港人回港，以及為支援香港壓制第三波疫情以及提升日後治療病者能力的三大項目。在中央全力協助之下，大規模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經在上月中圓滿結束，而建設臨時醫院和社區治療設施的工程亦都相繼順利展開。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再次體現了自回歸以來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金融體系穩定的嚴重威脅，2003年沙士疫情肆虐帶來的生命健康風險和經濟衰退，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為香港帶來的影響。除了在特區面對風浪時為我們築建避風港、注入強心針，中央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的時候，亦都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積極推動香港和內地的交流和合作。即以本屆政府為例，過去3年多，在中央領導支持和各相關部委配合下，特區政府先後和內地簽署了超過90份合作協議，其中具策略重要性的包括2017年7月和國家發改委及粵澳政府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7年12月和國家發改委簽署的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2018年9月同國家科技部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2019年1月同最高人民法院簽署的《關於內地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及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以至到2019年11月同國家商務部簽署的《關於修訂 CIPA 服務協議的服務貿易的協議》等。這些事實說明，無論香港面對順境抑或逆境、困難抑或機遇，中央始終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要讓香港在疫情下走出經濟困局，離不開繼續在中央支持下為香港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協助香港專業服務和企業在國家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下，聚焦內地市場商機和發揮香港聯繫國際的獨特角色。特區政府將更積極參與國家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的編制，爭取中央支持鞏固和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全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化香港與深圳共同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工作。香港經歷了自去年中修例風波的社會動盪，和今年中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執行，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要繼續推動香港各項事業向前發展，要解決本港經濟面對的挑戰，要滿足市民對於民生和民主的訴求，我們必須要有安全和穩定的社會環境，要堅持一國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要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要依從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過去三個月擺在眼前的不爭事實是香港社會恢復平穩，國家安全在特區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再依法享有基本的權利和自由。所以無論部分持雙重標準的外國政府對執行香港國安法的機關作出多少無理的指控，甚至對維護國家安全的特區官員粗暴地實施進一步的所謂制裁，我和相關的同事會繼續無畏無懼，以堅定信心依法履行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各位熱愛香港的市民，我相信只要大家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共同抓緊在國家新發展格局下的機遇，理性溝通，求同存異，我們一定能夠將香港這個家建設得更好。祝願祖國欣欣向榮，香港和諧穩定，大家節日快樂，人月兩團圓。多謝大家。多謝行政長官。接住落嚟係祝酒儀式，而家有請行政長官同各位祝酒嘉賓一齊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週年祝酒。謝謝行政長官，接下來是祝酒儀式，現在請行政長官和各位祝酒嘉賓一起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週年祝酒。Thank you,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join the Chief Executive to propose a toast for the 71st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讓我們一起為國家的富強康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讓我們一起為國家的富強康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To the success and affluence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Cheers. 請乾杯。
多謝行政長官同各位祝酒嘉賓，請行政長官移步台下與嘉賓會面。謝謝行政長官和各位祝酒嘉賓，請行政長官移步台下和各位嘉賓會面。Thank you,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now meet with the guests in the Grand Hall.